台湾人真介意饮料，就有一位少年的头家想要做出甲连锁饮料店无同款的饮料，决定伫咧五年前转来到第三代创业，研发出真济无同款的特色饮料，而且都是使用第三镇在地农产品，甲家己采红糖，成功受到真济游客甲当地居民的喜爱，好人客会当饮料安心佮健康。饮料好了。好，谢谢。第三镇有一个头家，为北部转来家乡创业五年，坚持使用第三镇在地小农产品，米糊、番薯、花龙果等等的食材，制作成一杯又一杯的特色饮料，受到真侪民众甲游客喜爱。我觉得我们南投竹山自己产的茶叶，还有这么丰富的天然水果，如果我们用我们当地的茶叶，是不是真的不行？所以这是想让我测试我们消费者的心态的想法。那再来，我也想帮忙，大家都帮竹山这个小地方尽一点力量，让竹山南投会更好。所以我们一直想结合当地的食材，那还有水果，所以我们就拿地瓜跟米亚湖这些在地的有特色的食材去研发成饮料。我觉得饮料很好喝啊。而且他们也都用竹山在地的，就是一些青农产品这样子。我想说，我也是竹山在地的，也是要来支持一下。而且他们的产品也有都定期在，就是研发新的，在更新这样子，我觉得很好。这杯用花龙果、番薯、牛奶制作成的饮料，就是头家为着爱让人客饮着健康佮多元的饮料，用真侪时间研发出的新产品。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直在想办法研究新的饮料，除了当地的特色以外，我们也希望结合其他县市特有的农产品去做饮料。因为一开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，花了很多精神，因为我们测试包含茶叶测试不一定会成功，那这些都需要时间跟成本。再来，一个产品用好了，我们怎么让消费者接受它，甚至是推广它，真的需要时间。有时候没有像梦想跟理想，真的是会有差距的。可是你怎么坚持下去，把你的理念实现，那就是你自己的心态调整。转来第三镇做出家己的品牌，不只是甲在地农民互相交流帮助，也希望会使接到台湾人爱啉饮料的习惯，将第三镇的特色推荐出去。吸引更多游客来到第三镇观光，比较是没有差不多。